清境凡赛斯民宿第二拍，这是落羽松达道，全红了，非常漂亮。本来要订这一间的，很可惜他客房已满，不过老板跟我讲说很多摄影师来这边拍，座位可以过来，那我就非常谢谢他。不然本来今晚我是订这边，想要住这边的。然后你看，好壮观啊！下面都是落羽松，这角度真的很棒。这是第二拍，刚刚第一拍已经先拍了，现在是第二拍。这个时候没有人，大家可能在吃饭了吧，有可能是因为早上都拍完了，清晨是最漂亮的，傍晚的时候也很美，因为傍晚的时候它会点灯。好，以上就先这样了哦。